这属性简直是 bug， 这个要是专用，梦幻都给他炸翻了。老王今天这运气真绝了，老板没想到刚激动了三秒就开始难受了。跟过去的自己说拜拜。634伤害真高，528敏耐双加，双加不低，553白板，528白板，562白板啊！来，先铺垫五个，看看怎么说。第一个白，第二个加敏，第三个极限魔力，第四个极限魔力，第五个力魔，就要无级别。专用不要，那就来不磨，不要专用，无级别。492，哇，这剑，极限命中，极限高伤，双两个属性都拉满了，还有一个立体双加，这属性简直是 bug， 这个要是专用，梦幻都给他炸翻了。483，531啊，531。这个力量低了可以通过熔炼来获取，712除以3再加627，存伤就864了，18力熔炼个10点力也就28再乘以个0.67，再加上18.76，这把武器存伤883，再加上15段宝石125，1008，再加上体，我就是报复，而且是一夜报复。给你一个参考，这是我的武器，我的武器摆了9999，你的武器是729除以3加613，856，再加敏，还带个破血狂攻。老板他是来搞你的，本来心情挺好的，这下不好了啊！我呸！专用，不磨，特效，神佑特技，封印命中率，穿刺。好，有三个成就应该是第一次鉴定的。第一个525拉了，521拉了，533拉了，630加38魔，527拉了，570体耐再拉，521血拉，516血拉，523加耐拉，526魔耐双加拉，这么多特效原身，一个特效都没出。